你不阻止我开枪，按照你的举动，我可以随时处决你。无论怎么样，你要解脱这里。日本宪兵队已经包围这里，我已经安排好了退路。仅凭敌人的兵力，还不足以包围我。 上升，日本宪兵队已经到了，他们怎么会这么快？租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宪兵队在这里已经有驻军了。我先不杀你，我们分头突围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。是吗？ 这么可贵，你何必这么做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苟且偷生。我只不过是想看看这两个叛徒丑陋的样子。杜景云，只要你肯投降，美国子科长会放你一条生路的。你就是特高科的科长。没错，只要你肯答应投降。 我会保障你的安全，只要你肯投降，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。停掉！ 真是可惜了。